丹麦专业弓箭手安徒生连续将七支箭射穿细小的钥匙孔，创下最多连续箭射穿钥匙孔的金氏世界纪录。That's the first arrow through. 安徒生在丹麦的宁比挑战纪录，有摄影机现场拍摄，以及金氏世界纪录官方人员认证钥匙孔的宽度小于十公厘。接着，安徒生开始射箭，连射七支箭都成功穿过，当场获颁金氏世界纪录证书。安徒生说，他使用去除羽毛的探箭挑战，因为如果有羽毛的话，箭就无法穿过钥匙孔。而他之所以想挑战，是希望可以留下与历史上神射手相比拟的纪录。经过多年训练，安徒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射出很多支箭，也可以左右开弓，在行进间射箭，甚至可以让他的箭在飞行时转弯，绕过障碍物。